好，我们现在呢就以热情掌声来一起唱平安夜，掌声给彼此好吗？给彼此来点热情掌声，谢谢你们，感谢，掌声拍得越大声啊，今年一定发得越好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努力的给大家掌声啊，所以互相给别人掌声啊，拍手就是一种健康的掌声。是，刚刚我看啊，前面小朋友唱得特别好，但是我们这个大人里面唱最大声的就是哪一位呢？就是我旁边的易安主委。对吧？所以易安出演，我们也给他播一下出演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才知道原来这个蜡烛给我们的用意就是要看那个灯看不太清楚。好，那局长，我们先让所有的贵宾先上去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好，我请所有贵宾跟我们教会的伙伴。谢谢